我想知道航天员在太空吃的食物跟在地球吃的有什么分别呢？天上呢，就是说我们每次任务能保障你的能量，然后吃的合口，然后现在菜的种系呢也比较多，也有好几百种，那不像我们当年申请执行任务的时候，上去一顿加热的都没有，当时吃点饼干，吃点月饼，三天时间可以熬过来。但是现在我们要长期的飞行，半年可能一年，那么饮食调配肯定要跟得上。当然了，想在太空想最想吃的肯定是自己家乡特色的菜，尤其自己家里的菜可能更香一些吧。